备啊 ，Cam rolling， 好，准备三二一 ，Action。今次 MV 的男主角 Hello，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？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Aiden。 有一個問題想問下你，知不知道為什麼你今天的頭要梳到這麼高呢？今天是 RU 要求的，可能他覺得好看了。是啊，他就是覺得你梳高的頭是好看一點。大家覺得怎樣？好好 OK， 麻煩了，加油，大家記得 click 了。咁而家訪問下佢，咁點解會創作呢首歌嘅咧？點解會創作呢首歌？冇啊！呢首歌係一嚟已經寫咗個 hook line， 要話埋 MV 呢個，即係連 melody 連埋個歌詞係一齊寫嘅。咁所以跟住我就繼續延續落去咯，就作埋個 verse 啊，同埋成首歌咁樣作出嚟。咁呢首歌都係。幾年前的作品，好像是2015年作的這首歌。咁幾年前的我咧，就叫做啱啱學識填詞。咁咧，其實普通話國語咧就得四個聲調，咁就比較咧容易啲寫嘅。所以嗰陣咧，我就係、寫咗呢一份詞嘅，其實都八成詞嘅。咁跟住之後到真係諗住今次推出呢首歌咧，就再改良咗少少，但其實個原意都係 around 係咁。咁所以就咁，當然而家幾年後嘅我咧，都可以叫做都算識寫一下廣東話。咁希望將來再有機會推出廣東話啦，我自己填嘅咁樣。咁今次拍攝 MV 有咩感想啊？好勁啊！我覺得，因為今日晏晝其實我入嚟過呢度個場地度睇男女主角嘅，咁我覺得哇！一上嚟有咁多人嘅，係咁會幾時推出下一首歌咧？咁快？咁我睇反應喎，睇下我冇反應就嚟啊！我揾導演傾兩句，揾阿 Sam 哥，係揾阿 Sam 哥。下一首歌要保持實力，下一首歌就問下 Sam 哥想唔想我喺度邊啊？咁佢訪問下你先。呢個是我的導演啊 ，Sam 哥。係 ，Hello。係 ，Hello。咁你今日有咩感想啊？你今日辛唔辛苦啊？辛唔辛苦？今日都 OK 啊。今日好早起身喎。都 OK 嘅，
但係其實算 OK 嘅啦，8點鐘。你覺得夜晚手機開水啦。你覺得佢難唔難拍呢？又要唔見到佢個樣，又要拍得靚，都有挑戰性㗎。第一次拍，即係用逆光啊，等等啲做題材。咁我哋係咪有下三部曲嘅咯？準備有啊，都應該有機會。咁啊，好啦。无法用千言万语说出了